蜂采馆从1981年创立全国第一个蜂蜜品牌，生产国内第一瓶有商标的蜂蜜。1988年成立养蜂专业团队，2001年设立全国第一座蜜蜂博物馆，一再突破传统养蜂技术与经营模式。在杰出农民神农奖得主黄东明的带领下，不断以创意思考，朝向具有人文精神、产业特色、教育体验以及提升生态资源保护的全方位地方文化馆。小小的蜂箱，成千上万的小蜜蜂，借由解说人员的现场说明，让大家体会到养蜂人家与小蜜蜂的辛劳。蜂采馆把传统养蜂产业提升为体验式农业，来到这里可以近距离的与小蜜蜂来场特别的邂逅。我们宜兰的养蜂人家可以说是在宜兰好山好水的一个南洋平原啊，可以说是养蜂的橱窗啊。养蜂人家致力于品牌的发展、品质的认证啊，这个对于品质啊，我们是最早实施全国的这个生产产销履历制度，已经订定了这一个国家标准和这个蜂蜜的这个药物残留的一个检测，也荣获我们2008年的这一个全国十大经典神农奖。产品呢，我们更是致力于品质的这个控管，已经做到产销履历，已经做到一个条码制。就为了要保护消费者吃的这一个安全观啊，提供一个优质化的蜂产品。这一次我们和宜兰县政府、宜兰县农会啊，这个共襄盛举，举办这个宜兰南洋一日游的这个活动，把我们这个最好的蜜蜂产业、养蜂人家的产品啊，能够推广给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主题，让消费大众能够品尝到养蜂人家最优质的这一个产品。蜂采馆在产品的研发上朝向优质安全，秉持知识文化为基础，在服务的流程中着重趣味与生态的蜜蜂之旅。来到蜂采馆，仿佛走进蜜蜂的神奇世界，也在尽力的传播爱护自然环境的社会使命。各位贵宾大家好，现在呢我要为大家推荐我们的 ABC 三个套组哦。首先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C 套组，夏天快要到啦，容易出油长痘痘或者是说敏感肤质都非常适用哦。再来就是我们的 B 套组，它可是有三种哦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，小巧可爱送你却非常大方的甜蜜四季蜂蜜。再来呢，第二种就是我们的500公克蜂蜜，像是我们家里面有小朋友哦，都可以自己拿来食用。还有我们的第三种，这是我们用纯蜂蜜去发酵酿造的蜂蜜醋哦，去油解腻都非常的好。那说到蜂蜜呢，就不得不说我们的首选蜂蜜700公克的龙眼蜂蜜了。我们的蜂蜜都有经过 SGS 检验认证，符合我们的国家标准才能够装瓶上市，让各位贵宾吃得安心还有放心。而且我们的蜂蜜都有身份证字号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里哦。那我以上介绍呢就是我们的 ABC 套组了，非常谢谢大家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养蜂人家蜂采馆做参观选购，谢谢。